爷爷，哎，买菜了。哎，恁的荸荠苗子、黄瓜和茄子，91了。91岁了。哎，这些菜都是你自己种的不？啊，我自己种的，没事，还能干就干呗，给你个班头活去。我不做，我不做，你做。爷爷早上几点来的？4点半我就来了，来晚了没个空啊。我看你这个手怎么喝的？手多少了？有50年了。去医院看一下。医院里看不出我说是毛病。怎么来的？我是3轮车推来的。你们俩年纪了还能骑三轮车吗？哎，能骑，还能骑。和谁一起生活？和老伴啊。奶奶多大年纪了？她85，我爸才86岁。小孩都出去了，4个儿，我又闺女。你是不是卖完就可以早点回家了？啊，卖完了我就家住。爷，你这些菜我都给你买了。你都要了？我都要了。哦，要完了，这个俺有亏，这个俺有亏活，这个俺有亏活。算多少都管，你等我找你来吧。好，都装完了，你撑着吧。哦。你看这个还快啊，不快，1比40了，1比42，那2块不要了。爷，给你200。我有零的，没有零的就不找了，拿着吧。不交还行吗？行啊，不交不行，我得给你换去。不用换了，不用换了，拿着吧。钱庄快点来。啊，也有黄瓜，也有菜。荸荠苗子，你吃完了吧？带上我来拿去。完，菜吃完了，我去家里拿。哎，行。要买块肉，我送给你吃。有八块肉还着急吗？拿着吃吧。你给我那些钱，你还给我干肉吗？听老人讲。感谢。不用感谢，帮助老年人应该的。